湾是瑰宝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宝地。那些流传下来的祖先的智慧、传统技艺，如今的年轻人可能所知甚少。他们有的被默默守护下来，有的开创出一条崭新的路，而有的却日渐没落，成为即将消失的老行业。我是雨辰，我要循着长者的足迹，找寻先人的骄傲，体会传统文化，唤醒那些久远的记忆，让这些珍贵的宝藏得以传承。